即时录影功能，遥控器操作。首先，请将您自备的 USB 插入机上盒，然后在当前节目播出时，直接按遥控器上的录影键。这时候，荧幕左下方迷你节目表就会出现录影中字样，开始即时录影。如果要停止录影，请您按一下停止键，再按确认，就能解除即时录影的动作。So I'm gonna do the short version of this.